最后呢套咩只要你说我爱你。唔係 say I love you 应该係。係啦嗰个英文啫，而家呢个讲个中译啫。咩唔好记得中文叫咩名啦，唔好记得。知呀，我照喺字幕咗个 cup 出嚟咗嘛。好呢套嘢就你有睇原作㗎？我有，我追到我追到依家嘅，算係我比较期待佢动画化嘅一套啦。咁实际不负众望啦。但其实啲套路好似嘅，要难听啲讲句。咪似边套先？即系套套都差唔多㗎。唔系呢套嘢，如果你讲少女翻嚟，佢其实唔算正宗嘅少女翻嚟嘅，佢系。喂，你好似有边套介绍？嗱，如果今季有正宗嘅少女翻，今季咩叫正宗少女翻咧？大家睇。元氣少女結神嗰個真係正宗中嘅正宗啦，呢個其實唔算正宗嘅呢套係。即係我相信大家聽咗每一年四次嘅新番介紹，呢套唔係正宗嘅少女番，你應該都聽過最少三次。唔係喎，元氣少女結神嗰個真係正宗到唔正宗嘅，真係點為之正宗少女番呢？一個女主角，好多男主角圍住，個個都想保護女主角嘅，即係例如飛色演變嗰隻啦咁。咁諸如此類呢啲，但呢套其實冇咩情況發生嘅，係女主角一對一㗎嘛，係一對一嘅，即係女主角一對一，女配角都係一對一嘅，大家好和平嘅。好想閃死你咁咯，好似佢同好多小細有啲唔同，好多小細咧其實係有少少集中咗喺某一對乜一兩對 CP 度。呢套嘢其實睇漫畫咧，唔同學生有唔同嘅 CP 嘅，即係大家會互相一齊，即係類似一個甜蜜嘅故事咯，就唔會有咩特別閃光嘅就。咁都我覺得唔係閃光啦，其他人係咪覺得閃光就？即係已經好分清楚一對對啦，已經。係，即係可能每個班級每個學生有唔得對對。巨魚對巨魚控啊咁咯。唔係啊，呢個你講咯，呢個你講啦就係。唔係啊，佢入邊係咁叫噶嘛。咁咪睇一方面，我比較讚賞就係畫風啦，因為漫畫畫風我幾睇唔慣嘅，尤其當時睇第一眼男一出場咧，嗱動畫算正常嘅男主角啦，漫畫係點嘅呢？骨瘦如柴，成個身高好高大塊，真係好似一塊平板咁嘅樣。即係暴友阿拉啦。係啊，類似啦，瘦咁樣，嘩乜事啊？但當晚改咗嘅，我覺得幾好嘅。同埋呢方面呢，漫畫初期嘅漫畫初期故事畫風比較粗疏，即係見到第一集有個色狼跟蹤阿女主角阿骨啦，但係有一兩個縮望佢點樣用啲奇怪的鏡頭望住阿骨啦，點樣跟蹤住佢啦。你咪講麵包鋪嗰件嘢。係，麵包嗰件，但漫畫其實冇嘅，那個跟蹤佬呢，其實跟蹤佬冇咩鏡頭，第一話佢跟蹤住個女主角就係、是、其實中間其實冇咗係動畫版做得算好嘅係，即係佢鋪返啲比較合邏輯嘅理由塞返落去啦係。嗯，講麵包佬，另外可以講一下補充講麵包佬嗰度先啦，嗰、那個麵包麥呢，因為女主角喺一間麵包鋪度打工嘅，咁有個人呢就成日嚟買麵包嘅，咁但係呢嗰、那個人就明顯係一個 stalker 嚟㗎，即係一個美行狂。係動畫先係似明顯漫畫你唔覺佢係。佢應該呢就係想溝女主角嘅咁樣。咁於是其實嗰個表現手法都幾出嘅，即係會影響嗰啲咩後頸位啊，係啊，即係啲身體心口啊，嗰啲咁嘅位啦咁樣。咁亦都個樣又有啲咩奸笑啊少少喺度啊咁樣。即係個變態啦。記住，漫畫係冇呢啲情況出現過嘅，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跟蹤嘅老嘢。咁佢做得幾齊嘅。啊！依啲咁嘅話，就係佢變態嘅，係啦。所以我覺得變態表現做得幾齊嘅。係，所以同埋有啲好似細位，好似男主角佢同女主角做嘅所謂性騷擾嘅事啦，其實漫嘴啫嘛，嘴算好過漫畫少少啦。佢係有嘴唔係有嘴㗎喎，好過漫畫㗎啦。哦，得㗎啦。咁我對漫畫都幾大抗拒啊，搞到。漫畫就唔係，我覺得動畫現階段都好過漫畫少少。補充一點，嗱依套嘢可能喺動畫好睇啲，好睇過漫畫嘅。咁但係調翻轉頭先嗰套 BTOOOM 咧，就漫畫好睇過動畫嘅應該嚇。同埋呢套嘢其實佢咧，我覺得因為甜咧，因為佢係講男女主角兩個喺表白之後點樣做一啲二人世界啦，類似之類嘅劇情啦，就係、是。嚇、啊！但係佢好似第三集。閃光。第三集已經有其他。個路人嚟嘅啫，我唔劇透啦，算啦。第三集已經有人係 H 啊咁嘅咯。唔係，我記得我聽傳聞翻嚟嘅，作者好似原本係話十八禁出身嘅係。依、這個我下次答你，冇留意。我唔知道，我聽咧，我未有查證，我未求證嗰樣嘢。我呢個聽翻嚟嘅係。咁啊，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一啲除咗頭先我哋講描寫一個 stalker 嘅變態行為方面非常之足夠之外咧，咁啊男女主角第一次嘴啊嗰、那個位其實都 OK 嘅，即係嗰啲事後嗰啲畫面嘅飛躍啊嚇，咁、啊、其實依套嘢其實依類型嘅鏡頭啊做得幾好嘅，係啦，咁但係無奈就係話佢第一集嘅畫工比較穩定嘅，之後第二三集其實都開始跌咗少少鑊，咁但係都保持咗水準嘅，但係以少女漫畫或者係女性向嘅作品而言咧，就跌得比較快同埋明顯。
其實我想講一講故事，有一啲特別地方，大家見到可能第一集女主被人欺凌啦，即係被人 keep 裙底啦。我睇漫畫版，嗰、那個唔算係欺凌啊。唔係漫畫入面啊，作者又提到係呢啲真實，佢當年真實經歷過嘅，即係女主被人 keep 裙咧，佢啲真實經歷嘅就係女揭人定佢佢俾人 keep。應該係啦，咁當然同埋另一故事後期會出咗幾位劇，即係都類似，就算男主角又好，即係曾經係俾人欺凌，或者佢曾經係見到欺凌呢事件，佢哋用唔同方法去處理咧，其實係即係表達得幾好嘅，我覺得，即係可能反映咗作者佢本身親身經歷嗰件事啦，就係、是。入邊佢有別於話普通嘅一啲少女漫畫啦，佢幾著重於唔同類型嘅欺凌嘅，即係嗰啲打單單打打啊。或者係一啲騷擾向嘅嘢啊，同埋一啲pre pressure， 即係圍埋堆啊嗰類咁嘅嘢。咁都有提及嘅。咁其實如果你話高中生題材嘅少女漫畫，或者就算普通漫畫，其實都好少話好著力喺呢方面嘅。因為高中生所謂王道少女漫畫，其實女主角基本上嘅世界面只有男人啫嘛，係好多男人為主，個個都保護佢噶嘛，唔會有啲咩，唔會有其他角色去寫噶嘛，係即係呢套反而比較少係咯，啲情況發生嚇、啊、會有呢類型嘅嘢啦。咁啊，不過其實比較麻煩嘅，即係我睇第二集嗰陣咧，舉例我覺得個男主角定位好飄忽嘅，即係我睇第二集嘅頭一半咧，見到佢哇，佢係女又嘴，係咪都嘴過成間學校啲女俾佢嘴曬？我覺得佢呢個係傳聞嚟嘅啫，我唔否認啦。第一個感覺係哇，佢係一個食家，係啦。跟住去到後面咧，好似懶係真誠咁樣同人講話，我以前呢個位就我打爆噶啦。跟住講翻嗰啲佢點樣睇住佢啲朋友俾人欺凌，佢又冇出手嗰啲。你明唔明佢溝女絕技啊？佢講咗個故事，條女就信佢咯。跟住就又因為溝女高手咯，大佬。跟住就係一個條女仲以為佢係一個食家，而變成我呢個人我係可以信得過。跟住連嘴五嘢，呢個溝女高手，好似輕老速射一樣咁樣。啊！依、這個咧就係為咗掹掹而錫嘅，依下就掹掹而錫嘅。哇！人哋情場打翻咁多年 ，ESP 幾高啊？要追一個無知少女幾難啫，大佬。嗱，即係佢同一條橋噶嘛。嗱，佢第二集就第一集已經好似有少少好感，跟住話佢同咩女都嘴過噶啦，淨係未同嗰個新井嘴過，咁啊跌翻啲苦感度啦。第三集又 repeat， 就唔係由嘴啦，再升一級啦。我同佢搞過噶，都咩啦咁樣，咁又跌，好感度又跌啦。跟住去到尾嚟好感度又升化，咁話佢集集都係咁，佢仲開啲咩啊？第四集都話我同佢 SM 過㗎，咁又點啊？嗱，睇明白唔通有 A 就有 B， 跟住 B 就 C， 係啲升 level 嘅階段咧，睇佢點升咯。佢嘴完跟住就 H 咯，跟住再升你可以升到啲咩啊？咩啊？我啦，劇透啦，啲唔劇透咧就唔好講住啦，你就即係BTOM 個奸屍咁啊嘛。你攞大幅就喺度有冇？我唔知啊，我見到就我覺得好奇怪，呢套嘢咁得意嘅 pattern 咧咩？但係老實講係好睇嘅嚇，就依啲佢啲係比較挑剔嘅位咁解啫，只係話。你自己會挑剔啲嘢啫，邊會挑剔啲嘢大佬？唔係啊，你就咁睇落去，大家睇下係咪咯嚇？咁我哋睇落去啦，係。